首先呢，这一件 chic 女孩后刷破九分牛仔裤呢，它是一个紧身裤，然后越往下越窄，裤管的地方呢会跟脚踝贴合，然后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后面这边有做一道刷破。再来是这件百搭弹力刷破牛仔裤，它在大腿以上的地方也是做贴合的，但是从膝盖以下呢，它是有一点直筒的，也就是说裤脚的地方是不会完全贴合的。如果有小腿肌问题的女孩就可以选这一款哦。